前来有父老乡亲，大好，我是长空啊。几日不见，如隔三秋。已经从云南又跑来贵州啊。这边是贵州啥地方也不懂，忘记了。小吴发的定位，这是小吴的目前在钓鱼的地方。听说这边起草鱼起的还不错。这两天试钓了三天，草鱼也没起。相当难搞啊，100条草鱼还差94条。最后估计也就20来天的时间，不知道能不能完成。现在是鱼没进窝，今天打算跟小伙伴找个位置抽一下鲢鳙，先破龟吧，先不想这么多了。今年这钓鱼钓得太难了。过来，这个悬崖哦，跟刀砍的一样，一线天。抽鲢鳙怕是有搞头，就是应该没位置坐。进去看一下吧，还是选在这个悬崖中间这一段，两边都是刀削一样的，非常笔直。富贵险中求啊！富贵险中求，抽鲢鳙应该有点机会这边。我感觉这边应该很深，试一下这个悬崖边这里能不能到底。8米1的线到不了底哦，到不了底。今天用一个新线组，9元轻量大物8米1八号线，浮漂用一个9元大物7.2克尺钳，鱼竿是鱼系列钢7连的。这8米1的线组要改短一点，因为鱼竿是7米5的。饵料今天还是单开这个勾践江湖鲢鳙干货，草莓味的。小家伙，小家伙，我就说嘛，这是什么鬼？没问题，我给你掐掉。这扣已经很久了，真是太小了嘛。小花，也可以试。哟，好薄好薄啊！妈的，累了。也不是可以，还是可以将就吃了。来了，小家伙哎，小家伙，没事。他也没发力，不大吧？小家伙，白鲢啊，花鲢，好像是白鲢啊，花鲢，哎呦，发力了，呵呵。起来吧，没地方退，麻烦。
正靠。哎，这个很小哎，要不要？来了，这个不小。这个应该不小了，应该稍微大一点。哎，也不大，我去。来了。哎，也不大，也不大。又来了。我会切线的。这个切不了。再大点吗？稍微大一点，这个。可以排风机了。不怎么扎这个鱼，哇，这声音好销魂啊！哦吼！哦，活不了，起来。条条都正口，就是街上卖的那些花鲢就这么大，最好吃一家人。这种好吃哦。哎，这么好吃。太大哦，它拉的粑粑是这种颜色的，还以为是个巨物啊。感觉像小鱼，上来就是大家伙。你别说，还真像了，像。太小了，不要了。不要。吃草鱼嘛，回去。走吧。回去吃草鱼。好嘞。你看这个还是有菜市场卖的，那个这个还是有五六斤的。五六斤没有吧？有五六斤。不要了，五六斤也不合格。拜拜。这草鱼有多重啊？十斤左右。七八斤。两瘦了。哇，这个胆子好大。胆子不大，你怎么钓得到它呢？嗯，这胆子好大。洋芋熟没有啊？熟了。你们这边洋芋是不是可以生吃啊？可以，半生熟都可以生。贵州依旧热闹啊！这两个广东雨神不用多介绍了，小维兄弟董丽人。北门江草鱼杀手，那俊哥，南明江鱼箭头，准备开饭，人多热闹啊！